是在卖车哦，对，没有错。我布这个局布了十年之久，其实我是来卖车的，不是实况组。哦，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当卧底这么久了。我是一个卖车的实况，卖车的老头。哦耶！直接用走到了。车子什么牌的？东龙牌，老头牌。你的店名叫什么？我去跟你买车。如果是观众的话，不用钱，不用钱，各送一台，太好赚了。I thought you said the Eco 15 supercomputer was all you needed. I have completed the serum sequence. 完成血清程序，啊，可以开始制造了。不过程序本身并不知道要制造什么。我需要克洛斯将军的基因片段进行编码。充满疯狂杀手的森严基地才能找到的基因。哇，又要去更难的地方就对了。Mind reading。班德拉斯博士就在那里进行邪恶的实验。旧遗传研究站，我要基因在那边啊。嗯哼，包括克洛斯的基因，为了进行计划，他们一定会重启那座设施。不过希望你能一路杀进去，干嘛跳过？讲一堆废话。对，我要离开了，再会。是太好亏了吧？怎么会赚？啊？你们赚呢，我亏呢，我亏大了、啊。去哪里？这边有阴司墓穴方舟，这边居然有两，这边居然有个方舟、欸，哎，等下这打过吗？没有打过，瞬间懂了。哦。需要动点脑袋啊！好的，我来了。什么声音 ？Oh my god！ 这杀小 ，Oh god！ 哦，干你怎么狗啊？我靠！我玩那么久，第一次遇到有狗的、欸。平常变异者就算了，你冲来越狱是怎样啊？吓死人哦！好多人哦！怎么这边有一只猪啊？有一个猪的图案。哦，原来人多是多着后面哦。算了，既然都来了，清一下好了。好、哦，几株。永除后患。应该等他们打完哦。不行，我没有那个耐心。啊，我就是一个很直觉的事，我要弄死他，我要把他弄死了。
那一只猪应该是为了让玩家可以在游戏上看到自己这样子。我怎么突然觉得这款游戏满满的恶意？新武器耶、欸，火风暴左轮手枪。哇，好爽啊！嗯？为什么我的右键有这样弹指啊？让火风暴主要弹药击中敌人可以，哇塞！弹指，哈哈哈！好帅哦！哇！欸，超屌的欸！萨诺斯之枪。啊，如果没有手指的人，不就是很可怜？不用弹了，直接炸。哦，模拟结束。好帅哦！萨诺斯。死耶！我看一下它的强化属性哦。左轮啊，我觉得应该都大同小异吧，就是快速装填、爆炸范围，哎、欸，还有寻敌弹哦，哎、欸，这就不一样了、欸。我先看一下造型，造型只有一个，先快速填弹好了。哦，这个先。我看到那个拿盾牌了。哎、欸，对付拿盾牌超好用，还全身着火哎、欸。哎、欸、哎，干、欸、什么干什么？哎哎哎，瞬间变，哈哈哈哈。浪一下好不好？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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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t, get down！ 干什么东西？某方面来说，需要弹指还挺麻烦的，就是了。我真的觉得需要弹指是有点智障，你知道吗？补个血，重点是你弹指还烧不死。应该是说可以一次连射好几发，一次释放把它烧掉，这样才是最好的最大输出啦。你射一发弹一下，射一发弹一下，这个效果就出不来了。所以说，如果用这一把武器打的话，我认为一次把所有子弹往他身上塞，然后塞完之后。哦，再次弹这样子，哦，是一个蛮不错的武器啊，我觉得。然后就要只剩一发子弹了，非常好。这边已经结束了。哎、欸，娜娜喵安安。这款游戏好玩吗？你有没有玩过盾啊？它就跟盾很像啊，然后又有焦土大陆的感觉，就是一个废墟的一个概念。顺便解一下储藏箱，还不错玩啊，我觉得。爹爹一定没想我，呜，那我没想你啊，想太多了吧？一切都是你的幻想。当然啦、啊，有管理员帮忙当然是好事啊！哎呀、啊，好、哦，我要直接切进来了，真男人的打法。
没子弹了。嘣！感觉很炫炮，可是玩久了，感觉这个点燃机制其实蛮烂的。我觉得这个是只能针对那种防御型角色哦，就像这种迟钝的，有没有？其他可以不需要用到这个啊。我觉得其他用在其他人身上就浪费啊。还有吗？结束。来看我家老头子，老头子却赶人走。我没有赶啊，我才没有赶你们嘞。我意思是说，我没有付你们薪水，你们要不要来？我都欢迎。哎，懂我意思吗？不然，如果我有给你们钱的话，我可是很严格的，你知道吗？我每次开台，我觉得你们都一定要到欸。然后我会觉得说，你们如果有临时有事情要报备一下，不然的话，我会刁你们。就公归公，私归私啊。今天老头得罪好多人，看我什么都没讲，我就只是想玩个游戏而已。你看，莫名其妙还要辩解。还要解释？我知道，我真的觉得我被管理员欺负了，对吧，女儿？你是不是欺负我？老头的意思是随意的意思吧？对啊，我没有给你们钱，你们就随意啊。就只是有给你这个权限，你要怎么做都看你啊。当然是我会把规范给你们吧，就管台的规范吧。但其实我只会告诉你们说，我开台开久了，你们大概知道哪些我会 ban， 哪些我不会 ban， 应该看久就会了吧。也没有一定的规定说，一定的规定说要到什么程度之类的。我手榴弹都不用钱欸，好烦哦。炸起来！炸起来！炸脸！喂喂喂喂喂！挂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哇！哇！吓一跳，钢铁人啊！怎么突然从天而降啊？反手打牌台主是很正常的。对啊，看我都被欺负欸。这里，哦，真的揍人了。没有，马上吐槽，好吧，那我也没办法了。你都这样说了， We're here, Sport. 啊，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让你感觉当我的管理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显然是并没有，那我也没办法了。嗯，哎，阿杰在干嘛？往这里走。老头看的该不会是 WiFi 标记吧？对啊，就是 WiFi 标记啊，它会标记紫色宝箱的位置啊。可是给你一个方向而已啊，剩下靠你自己啊。我就觉得它这个设计有点靠北，就是了。怎么又不开门了？
刚刚我门不是有打开吗？哦，原来门在这里啊！哦，我进来了。Some kind of gate opening leading into the mountain. Bet this is it. Yeah, I'm going in to find out. 这应该是那个克雷格的直升机，他在这里，我要打完了。这个场地这么大，不用想也知道啊。刀先磨好了。早说的梦魇才正要开始，暑假风暴啊！这是什么？辛苦你们了。暑假这一波呢，不知道大家撑不撑得住哦。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辉煌了哦。所以说，应该不会像以前那么严重了啦。哎呀！好恶心哦，巨大变种生物哎！哇塞，这么恶啊！我已经放弃了。哈哈。OK， let's just get this像我之前在玩那个什么战争模拟器哦。那时候最多人数1000多人吧，直接手断掉！我跟你讲，我们的将军在跟他讲话。等我坐上镇长宝座，我就让你马上进驻。哦，要破局了吗？我本希望可以悄悄拿下。哦。哦，他死了。不要打到他的脸。哦。哦。哦。哇！哦！活该啊！应该稀赫。黑吃黑就是这样来的，有没有看过？黑吃黑。哦，那什么东西啊？他拿什么、啊？我手上有拿武器耶、欸！这变种人长得好奇怪啊！可以把他的电风扇拿走了。哎、欸，对啊，他那个装置还挺好用的、欸，还蛮爽的、欸。他那个电风扇直接插在那个肩膀。肩胛骨那边，是肩胛骨吗？蛮好用的，我觉得。Hello， 我刚不小心沾到补血的靠腰，吃了两只，浪费。老头，你热吗？其实我还好，我有开冷气，并不觉得非常的热，还可以啊。哇，钢铁人刚降落就躺了，落
噔噔噔噔噔。Gotta get across。这怎么可能跳过去啊？哦，这里。启动。某种层面上来说，霰弹枪真的还蛮有用的。他们到底要去哪里啊？唯一不好用的点就是太远打不到，麻烦。太远只有推飞效果。哇妈，自带护盾嘞，那么屌、啊！哇，踹我了！哈哈，踹屁啊！北极熊 QQ， 没办法，我们这边真的太热了。更何况我在工作的时候，怎么讲？开电脑总是会有热气，你知道吗？这个散热不错的话，我觉得我会先中暑。无可奈何，哇，这个好大啊！来了。哦，又是你哦，赛博粉碎者，拿霰弹枪打比较好打一点。这个打法我大概知道怎么打。嗯，我试试看那一把武器来打看看好了。威力好低哦！哇，烂东西！哟！怎么？我有点怕怕，我不太敢经营频道。你有经营频道、哦？我要死了、欸！声音变好安静哦。这是要死掉的象征。还好没有要重打，好险！结束了，耶、但不敢，还得指教。嗯，该怎么讲呢？其实 YouTube 要怎么做都可以啦，不要违规就好啦。啊，你所做的方法跟方式呢？等一下是往哪里走？我是觉得。看你有没有那个热情想要持续做下去，因为现在这个现况的话，你不做一些让大家有共鸣的项目，或者是说以量取胜的话，欸，基本上是很难做的啊。欸，除非你长得他妈超帅，又或者是你他妈超正，才有这个可能。
有颜值先赢一半的，有没有听过？那这很现实啊，有颜值先赢一半呢、啊。Oh my god！ 我快死了！啊！我被关厕所！哦哦，负载开下去补血啊！杀掉了，那这边什么东西可以捡一下好了。哦，水，就是要这个。老头直接输一半了，对啊，我自认我本来就不是靠颜值什么的啊。哦，分裂核心找到了，头子是靠身材走出来的。我觉得我连身材也没有吧，想太多啦，打游戏而已啊。好，把这雷射装置给毁掉。哇，有人来阻挠我了，上面那什么爪子。谁啊？干什么东西？两边各打破。还有吗？哦，雷射失效了是吧？拿了就走人了，开溜！哇哇哇！这边要塌啦，这里！我要怎么回去？啊，又不开门！我看到回去路在那里啊 ！Go， 离开这里！会死会死会死！我不想要在这边倒地啊！哦，三子弹三子弹！感性的声音啊，我的声音或许有吧，因为很多人这样子跟我讲过啊。嗯，声音其实也蛮重要的，我觉得。啊，应该不能说蛮重要，应该是说声音你要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再就是这个声音听起来是你喜欢的，多多少少会有加分，但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会加分啊，但不会是最重要的啊。终于打完了。哦，我要几点？现在几点了？十一点了啊。Backing him to become mayor, open the gates of Wellspring for his hordes, which explains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Oh yeah, the cross grew sick of waiting. 我们打完了。He's coming for your city now, mayor. Not if we come for him first. Bring me that fission core. 拿分裂核心给他先发制人，没问题。回家了，我看一下怎么回去呢？存这里 ，nice。咱很爱老头的声音，哈哈，米奇喵喵，还是你们比较喜欢，还是你们比较喜欢那个？哎、欸，你有看到我美姿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辛普森家庭》第三十季啊？啊？还是你们需要一些肥仔快乐水？啊！你们要什么？ Come in. I stand ready to modify you further.
这个血量到底会不会增加？嗯，挺好奇的。先下楼 ，OK。嗯。啊，不然我就要放弃手头的工作，来专心做电竞了。电竞，我觉得在台湾你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欸，除非你有拿到世界冠军。前提你必须要有世界冠军。在台湾你要做电竞，跟你讲啦，先拿世界冠军再说啦，不然别说啦。